今天晚上啊，是我们烈火恩高的聚会啊。在这个烈火恩高聚会当中呢，我们非常注重啊，就是用权柄来赶鬼啊，也非常注重用神的话语来怎样抵挡魔鬼疾病啊。圣灵的恩高像烈火一样在我们中间燃烧啊，这是神的大能在运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知道啊，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信心，能力就会出来啊，能力就会出来。疾病它是属灵的啊，是属灵的，它是从魔鬼来的。那么医治呢啊，这个能力它也是属灵的，它是从神来的。那弟兄姐妹啊，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，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教导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听到的、接受的信息，它会进到你心里面啊，会进到你心里面。你长期听错误的教导啊，听那些负面的信息，接受那些问题的信息，那它透过你听，它进到你的耳朵里，进到你的心里。当它进到你心里以后呢，那它会就会怎样？它就会成为你的，而且它可以对你实行掌控啊，实行掌控，实行辖制，它会成为你的。那么弟兄姐妹啊，如何才能真正的更新、真正的改变和翻转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接受和聆听真理的道。所以正确的道，当你听进去了，你不仅仅是听在耳里啊，听在头脑里面，你是真的是听到心里去了。那么呢，它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力量啊。然后呢，透过我们进到我们心里去以后，它会成为我们的得胜，透过我们的话语的宣告，它会彰显出来啊，彰显出来。彰显在哪里呢？就是彰显在我们的物质的领域当中，彰显在你的身体上啊，彰显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啊，这个律法下和恩典下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律法下是靠人的行，对不对？你行律法就比因此活着。同样医治也是这样，靠人不断的求啊，求医治。但是在恩典之下，那是耶稣所做成的，那就不是靠我们行因此活着，而是靠我们怎样？靠我们信，阿门啊，信。那么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这就是怎样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那弟兄姐妹，信主的道因为耶稣基督他都做成了，所以今天当你听见了这样的道，你听到心里面，对不对？这道就在你心里，你说在口里面，道就在你口里。当你这样心里面相信，你口里承认，你就会怎样？就会把它活出来。阿门啊！所以在救恩层面上是这样，医治层面上也是这样。你想得医治吗？你得听医治的道，你得相信耶稣受鞭伤，你得了医治啊！你得相信耶稣受刑罚，你得了平安。然后呢，你相信耶稣把权柄给了你，你可以抵挡魔鬼，抵挡疾病，你可以宣告耶稣受鞭伤得医治，用这话语来抵挡。然后呢，当你这样心里相信，口里这样宣告承认的时候，你就得着了。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们，
我们听真理的道，正确的道，都是为了使我们脱离那些谎言啊、错误啊这些的辖制。当你听到你心里去以后，你心里就得着了。阿们。当你口里面在这样相信、这样的祷告、这样的承认、这样的宣告，他就这样就活出来了啊，就活出来了。所以在这样的烈火恩膏的机会当中，弟兄姐妹听着，哪怕是你就抓住一句话啊，反复的不断的相信，不断的承认，不断的宣告，你的身体都会改变。这几天啊，我们接触了几个服侍的同工啊，他们也都是听我讲道的。那有一个服侍的同工呢啊，他在听我的讲道过程当中，他就知道了耶稣把权柄给他了。当他知道自己有权柄了，是不是他因为他以前没有搞过这个疫病赶鬼，从来没干过啊，所以那一天当他听了这个道以后啊，耶稣已经把权柄、烈火恩膏啊这些医治释放这些道他听了以后，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是的，你把这么大的权柄给我们，我们都不知道用的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这人活一辈子，活在这个世界上。”我不能这么就啊平平淡淡的软弱无能的这样过一辈子，我是有权利的。所以他说，那么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干这个活儿，我就要干啥，我就要用这个权利赶鬼呀，医治释放啊啊。所以他就这样非常有意思啊，这个他就开始啊愿意要起来，他就跟神说，他说他要起来开始赶鬼，要医病，要释放啊，有这个权利的。弟兄姐妹，然后他就怎样，接下来他就跟神这样祷告，神又怎样呢，很奇妙啊，当他祷告好了没多长时间，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说，哎呀王弟兄，跟我祷告一下啊，我这个最近特别难受，身上特别不舒服，胸口也痛，给我祷告一下。他心里想，这么快就答应我了，刚刚祷告好，立马就感动人，要预备叫我给他祷告，是不是？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，他虽然听了啊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干过这个活啊，所以他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但是呢，他想着，哎，这个陈牧师每一次在烈火恩膏这个祷告之前啊，聚会之前都有祷告，哗哗祷告半小时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就说，神啊，那我就帮他个班吧，我也怎样，我也先给他祷告半小时啊。然后他就我就问他，你说啥祷告，他用那个语音电话啊，我说真聪明啊，是不是，语音电话不花钱，是不是，那个手机号码打电话还花钱啊，所以他就用语音电话跟那个祷告，他说我们先祷告半小时啊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嘛，所以他就报班，他就学，他说我先祷告半小时，然后祷告半小时啊，就跟那个姐妹一起放，跟他一起放心祷告，呼哇哇飞扬的，来在那放心祷告，其实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他说我该怎么继续的啊，放心祷告半小时之后该继续这么祷告，我该怎么服侍这个人呢？所以他就里面就是空荡荡的，不知道该怎么服侍啊。然后他就继续放心祷告，放心祷告，放心祷告。之后他就怎样？因为他听了我们的课，他就知道啊，那就要用权柄嘛，是不是？用权柄赶鬼啊！接下来放心祷告半小时，他就该说：“我要奉耶稣的名啊，还赶鬼！”他命令这个姐妹身上的鬼出去啊！他就奉耶稣的命令的鬼出去。知道，真的啊，特别有意思。当他怎样？当他奉耶稣的名赶鬼，命令那鬼出去的时候，啊，那个姐妹身上那个鬼竟然跟他说话了。他没出去，他说我不出去。然后竟然跟他说话，说你是谁，我还不知道啊。
然后就告诉他，你家里人什么什么人，你祖宗什么什么的，都是干你什么的，你还赶我？意思是说他家里他祖宗什么的，以前都是拜偶像的呀，啊，都是不好的人啊，都是怎么怎么的呀，你还赶我？啊，然后这个童工听到他一说这个话，哟，他知道我家里的人的事啊，还知道我祖宗的事啊，这个咋办？是不是？他就心里面就开始问神，这个咋办？怎么回啊？弟兄姐妹，当然他听了我们的讲道，确实给他帮助很大。然后呢，鬼就透过那个姐妹说话，那神就在他里面带领他啊，他就想到我们的讲道当中，当鬼说话的时候，你可以不用给他说话，你命令他闭嘴啊，命令他闭嘴，然后他就怎样，他就奉耶稣的命闭嘴，不许说，然后就命令他出去。接下来那个鬼还在说，然后他就不管他，然后这个他就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说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接下来神就告诉他啊，就按照那个烈火恩膏的祷告，使他的火燃烧啊，他就突然之间心里有这样一句话，他就奉耶稣的名鬼出去，使你的火燃烧啊，使你的火燃烧，他就反复不断地宣告这句话，使你的火燃烧，奉耶稣的名你出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一连等了将近半小时，反复重复的不断强调这一句话，使你的火燃烧，奉耶稣的名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奉耶稣的名使你的火燃烧啊，也不断的说，因为他刚开始干嘛，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嘛啊，所以他只有这一句话，不断的说，不断的说啊，就说了将近半小时。奇妙的事情发生，那个鬼开始怎样，开始说啊，太热了，浑身都被烧坏了，脸也烧坏了，浑身都烧坏了。他说不行，烧坏了还要怎样，奉耶稣的名出去。他听他烧坏了，听他说话了啊，知道这个话语有能力。我就问他，你是之后你是方言祷告还是无形祷告？他说我就无形。我说你半小时一直都在反复的说这句话。他说是的，强调这个一句话。我说是的，悟性强调，是的，阿门吗？所以弟兄姐妹听着，你只要在神的话上建立了信心，就算是一句话，明白？用一句话也能把鬼赶出去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信心。阿门。当他反复强调一句话，使你的火燃烧，奉耶稣的名你出去，就这一句话，那个鬼就这样。那个鬼本来刚开始很嚣张啊，不断的透过那个人说话啊，说话来教着他，攻击他，他都不听，命令他闭嘴，之后就不断的强调这句话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权柄。阿门吗？所以你是有权柄的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是有权柄的，这个主动权就在你手上，他无论说什么你可以不听他，你可以命令他闭嘴，你也不用理他，你也不用回答他，你反复强调的就是你想要什么，强调的是你的权利，强调的是你想要的结果，不断的强调，持续的强调，继续的强调，一直在强调，他怎么样，他就吃不消了，他就必须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你身上看到的是权利，看到的是坚持，看到的是信心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啊，我在这两天接触的，我发现这些很多听我们讲到的弟兄姐妹，他确实很大的突破和成长，阿门吗？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给所有神儿女说啊，你也是可以的，你是可以的，平时听到都是更新思想，
建立你的信心。方来祷告，烈火恩高，就是帮助你知道怎么用权柄，怎么赶鬼，怎么释放圣灵的大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当你参加这样的学习，这样的聚会，这都是实用的。我现在再次跟你说，我要强调的跟你说，这些所有的发有施工，无论是教导方面上、培训方面上、主日方面上，还是我们的医治释放、医病赶鬼，都是非常实用的。只要你听进去了，听到你心里去了，它就会成为你的生命，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的得胜，使你胜过一切魔鬼、一切疾病、一切症状和一切谎言。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，非常的重要，好不好？啊，当然我也接触很多人，他明白这些真理以后，他就不一样了啊，他心里面就非常有信心、有平安的，他就不害怕、不忧虑了，接下来他说话就有权柄，说话就有信心。阿门，好不好，弟兄姐妹？啊，所以我相信啊，这些对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有帮助的，啊，都是有帮助的。啊，今天晚上呢，烈火恩膏聚会也是这样。啊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祷告啊，我们来祷告，这一切对你都是有帮助的。当你明白了，你相信的，你接下来你就把它用出来啊，你就把它用出来，这非常重要啊！你不能光听，你光听你不信你不用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你听听到心里去，然后去思想它，去相信它，然后承认把它用出来，这样才会成为你自己的。你明白了吗？所以就像这个童工，他以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实用的赶鬼医病这样的道，他想都没想过他会搞医病赶鬼医治释放，但是他听了以后，他被开启以后，他知道自己有，是不是？他就开始用，怎么用？就照这个用啊，阿妹啊，照着这个用啊，来放言祷告啊，然后呢用悟性，用这个权柄来赶鬼啊，圣灵的火在燃烧啊。然后奉耶稣赶鬼命令他出去，他其他的他一下子想不来，他就只会这个，然后他就只管用啊，不断的用啊。看到没有？当他只管用，不断的用，果效就出来了，能力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圣灵呢，就是这么奇妙。当你相信你运用，他就怎样？这个能力就在彰显。啊，疾病魔鬼他最害怕的就是你怎样，你听着啊，他最害怕的就是你听了道以后去思想、去相信、去承认、去用。阿门。你用这些话语来抵挡他，用这个权柄来抵挡他，这是他最害怕的。这是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你在动真的、动真格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记住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王的孩子，你是有权柄的。所以你不要老是说一些软弱的话、无能的话、疾病的话、问题的话、向魔鬼投降的话。你说那些话都是给魔鬼开门、给魔鬼做广告、做见证，说他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真的听了这样的道，基督恩典的道，基督新造的道，你的思想必须是要完全更新、完全翻转。弟兄姐妹，让这样的道听进你的心里去了以后，你只要说你想要的结果，你想要的答案，不要再说问题，明白吗？要奉耶稣基督的圣灵，每天都要宣告，在基督里，你的权柄、你的生命、你的健康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得胜，你把它说出来，
说的它就会成为你的生命，你知道吧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种子，这个种子都会结出果子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的什么话就是撒的什么种，你撒的什么种就会结什么果子。这就是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的话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是他所结的果子。你到底喜爱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喜爱生命，喜爱健康，喜爱蒙福，那你就要说生命的话，说健康的话，说蒙福的话。当你说这些话，就是在撒这些种子，撒这些种子就是结这些果子。阿门。记住，这才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。你平时都是说问题、说疾病、说麻烦、说各种各样的话，然后被这些东西挟制了，然后再找这个祷告、找那个祷告，有用吗？就算有点用，也是表面上解决一下表面上的问题症状，根本上是没解决的。你回去又在那说那些话，是不是？你又说那些负面的话、问题的话、疾病的话，不又把魔鬼招来了吗？又把灾祸招来了吗？为什么招来？你说的话招来的，你的话就是种子啊。你撒的这些种子，它就会结出这个果子，这是规律，不仅是自然规律，也是属灵的规律。阿门。所以我们是一个生命，活在一个生命当中，一个规律当中，一个生活方式当中。我们的信仰不是迷信，我们必须要告别那种迷信式的信仰。平时好像跟神不搭嘎，跟神的话语不搭嘎啊，然后说着随便说着话啊，随便这个发着脾气，随便的去思想，随便的去啊，这种生活方式出了问题又来找神，又来找这个找那个，那是迷信，知道不知道？那是迷信。这种信仰就保得了迷失，保不了迷失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真正的得享生命、足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阿们。我们需要听真理的道，正确的教导。哈利路亚。正确的教导它里面是有灵的、有生命的、有能力的。当你把这正确的教导听进去以后，这里面的灵就会充满你的每一个细胞。正确的教导听到你心里去以后，生命充满你的神经系统每一个器官，使你的大脑会充满你。阿门。接下来你是怎样，你的灵就会灵敏，就会成长，就会强盛，你的思想就会更新，你的话语就会怎样，就会是那些生命的话、健康的话、权柄能力得胜的话。接下来你就会结出这样的果子，是不是？你撒这个种子就结出那些果子，然后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实。阿们。这就是你继续的听这样的道，继续的思想更新，说这样的话，继续的这样撒种，你会发现越来越好。阿们。你会发现果子越来越多，是不是？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丰收，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生命、这样的生活、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方式，才是基督徒属天的生活方式。不然的话你想怎么样啊？你信耶稣信几十年都是过那种宗教的生活，哎，听得到道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，遇到的问题了都不知道怎么办、怎么解决，被魔鬼疾病攻击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他。你这种信的过的这个宗教生活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弟兄姐妹，我在强调的是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城市，在什么环境啊，
在什么地方生活呀、工作啊、学习呀、交流啊、聚会啊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要听真理的道啊，你要接受到正确的教导啊。阿门。让这些真理的道、正确的教导喂养你的心，让这些正确的教导使你怎样？使你充满生命、充满健康、充满力量、得胜，然后你在每一个地方都能闪闪发光，都能蒙福得胜，都能活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。阿门吗？哇，这才是最重要、最宝贵的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啊，方言来祷告。
思维得释放，负面思维得抑制，是你的火在燃烧，是你的火在燃烧，是你的火在燃烧，负面思维得抑制，是你的火在燃烧，一切的疾病出去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得抑制，得释放，得指引。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所有失眠的症状消失，所有失眠的症状消失，头痛头晕的疾病的灵消失，消失离开，奉耶稣的名离开，颈椎疾病的灵离开，奉耶稣的名离开，就是现在，奉耶稣的名离开。器官里面一切疾病的离开，奉耶稣名就是现在，离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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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胃酸、胃痛、胃胀，疾病的离开，就是现在离开，内脏器官直接不释放，不释放，不释放，得医治，医治，医治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。现在得医治，耶稣赦免上你得医治，耶稣赦免上你得医治，耶稣赦免上你得医治，就是现在得医治，从头到脚得医治，从里到外得医治，奉耶稣的名得医治。阿门。啊，感谢主耶稣。好，深深的呼吸。啊，所有弟兄姐妹们，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啊。深深的呼吸，啊，透一口气，深深的呼吸，活动活动，检查你的身体，你会发现你浑身都轻松，浑身都舒服，浑身都改变，浑身都发热，都冒火了，圣灵的恩膏大能，像火一样进到你身体里面，充满你，改变你，医